志忠，我知影你甲美华已经甲志忠失去你的代志，拢甲明春讲啊。安怎？感情失败，我都将我逼离开台湾，感觉是自暴自弃。假使你成功来对志忠有怨恨，那呢我请你甲怨恨拢转对我来，你千万唔当错怪志忠，因为伊是叫我平姐安尼对待你的。恁两母仔囝，两辈为干了后，干家母都对我进行了真顺利。如果你想有别项的手段，要来对付我着。其实你安尼讲嘛对啦，人咧讲母仔囝连心，我甲志忠，你甲美华，拢是共一条心。我嘛是了准这一点，所以我才会甲伊两辈为干。志忠这个孝子，真正是叫我逼的。我拄仔骗志涵讲伊无伫厝诶，其实伊伫个房间内底，伊真想要来找你，伊还毋过伊阁惊你毋肯原谅伊，伊即马想过来，真正是足烦诶，所以我毋才歪志涵去叫了伊。志忠，这一切代志，拢是我做出志涵安尼做诶。哈哈，敢讲了你少想，超然集团总裁是问题。当然嘛毋是，其实我要入来进前。我都已经打算要把所有的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向你坦白，逼你走是我的主意。怀英呢？怀英原在出差，要跟伊的妹子合作，我那个投资员顶过。你嘛知影讲，我后投资这几年的生意一直拢在了钱，这点我无骗你，我相信你嘛真清楚啊。恁后投资生意了钱，到我什么地带？刚讲从我逼离开台湾了。恁后头厝的生意，就用了钱避探一时。差不多是这個意思。我后头厝伫屏东有几啊百家的土地，也毋过迄拢是田地，一点仔都无值钱。也毋过慈埔高速铁路，卡准来当得到政府的批准来兴建，而且这上尾啊站，毋是四个高雄，是四个垦丁。那呢，这慈埔高速铁路就当经过屏东，屏东的车头，那是会当去在我后头厝遐土地顶管。你讲？迄几啊百家的土地会变作是啥？变作结达几啊百亿的土地。无毋对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会主动来找叶美琪，甲伊争取这个合作的。嫌过根本就袂插我。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你的存在，所以我毋才叫志忠来失去你，逼你离开台湾。我毋知影讲我即摆讲这个理由，你是毋是会当相信？理由真充分，嘛真合理。志忠，我知一直以来你对我拢无好感，佮加上你的脾气本来就较倔强，所以咱才会常常冤家。老实讲啦，若是讲你叫我成功掠汤圆来对付你，我是比较较袂暖心。我今天真正是跟我心内话，拢总甲你讲啊。你若是会当相信我，我嘛希望讲你会当相信，志忠伊真正是替我利用来对付你的工具尔。希望你会当体会，伊对我一片的好心，原谅我尽情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搁甲安怎讲？恁两个兄弟自细汉到大汉，伊对你确实是袂歹啊，对吗？阿妈，其实我甲妈妈一直甲你当作一家伙啊。既然是一家伙啊，那你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想法，拢会直接，也是私底下提出来参详甲研究，根本无需要行旁门左道，偷来暗去。若是我甲美琪进展了真顺利，会用合作落去。你这想法，你会拍算，我嘛会提出来做参详。真是的，这有什么好计？志忠，我一直对你，还靠你妈妈一直当招牌。你公司处处在打压你，可去志忠做我的打手，把你害到这尼啊凄惨。结果我今嘛讲两三句话，你竟然就愿意相信我，你就愿意原谅我。大妈。
我嘛会用原谅你，我嘛会用原谅大兄啦。天祥，我的巴掌跟你比起来，真正是足天祥。大妈。 我都卖叫七娘来叫了你啊！明仔早去公司，我吼一定叫伊找一个时间去甲你回失嘞。伊阿咪刚甲我回过失嘞，都免啦。你今日甲我讲话，安尼今日我就当安心啊困。你嘛较早休困嘞。大妈，滚来。 阿兄，高嫂，今仔日你叫这声阿兄，我感觉特别好听。大妈昨暗来找过我，甲几件代志来龙去脉，拢交解出来。安尼伊的解释，你敢袂用接受？我若是袂接受，也袂讲你叫我，我大妈想过来。 我除了跟你回一声谢礼以外，我感谢你有度量。我真正唔知影，我应该跟你讲啥。阿兄坦白讲，之前你突然间用这样卑鄙、这样恶俗的手段来对，一开始我是感觉是意外，我嘛是生气，因为你一向拢是上听话。后来大妈讲，因为你友好。 爱听伊的指示，照伊的去做。了解了后，我都无怪你啊。对了，这是其他的光碟，我拢毁掉啊。我是讲，无大，我交互你家己来处理。 你应该较放心。喂，多谢。无其他光碟，我伫你的手头。你也跟你讲电话，你认为我有啥物企图是？唔是安尼啦，因为这片光碟对我来讲太重要。 我一定要信着，我已经也报道交予你啊！你若唔相信，我嘛无法度。阿兄，兄弟毕竟是兄弟，但讲利益是一时的，兄弟是一世人。若是因为一世利益，爱牺牲一世人的兄弟，安尼是真无价值的。今仔日，你肯将这个舞蹈亲手交予我的手头，我是真感动。 哦，我相信你，我嘛相信，只要咱两兄弟也共心，做什么都是一定成功的。只要你别阁欺骗我。